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挑战来掷骰子睡一晚，好，然后这个是我妈妈的掷骰子，好，她的厕所在这边，好，那也有电热水器，好，那我们已经洗过澡了，就是纯粹睡觉。那它是有阁楼的，它楼上有一间房，那楼下有一间房，那我现在把窗户打开来了，好，然后这边的窗户也打开来了，那等一下就在这边休息睡觉。今天就要睡这个阿嬷以前的留下来的这个床，赞。早上起来的风景，舒服舒服。天哪，秋葵都长到天上去了，我来采来早餐来吃吧。什么？青江不是空心菜也会开花？哎呦，第一次看到哎！九层塔也太美了吧！来捡一些哦！天哪，超大颗的啦！这是橘子吗？啊，今早掉满地了啦！你看，好大颗哦，这能吃了吧？哇，百香果的花，还有百香果的果，好赞哦！好了，我要来采金针花了，又有菜可以吃了。这一颗怎么都枯了？是柠檬吗？